我们的身体啊，身体这一块，哎，身体这一块一定要学会一，这是收力的关键。哎，拉球也是，你看，一，防守拉球一，凡是发球打球容易出界的朋友，一定要注意。一定要注意，是你的力量打出去了，全部通出去了，是吧？是吧？来注意看啊，这样子出去了，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有了，注意看啊，是不是？收得住，我明天，你们在台面上要放一个目标物，先从我们台内放一个地方开始，比如说我们发球的时候收力就放一个破球鞋，然后的话慢慢移动，球鞋的那个壳子，这是装球鞋的壳子，来注意看啊，你测试你控制球的能力。一、二、三，大部分的话，这要学会收的，否则的话，你会发出界。